走，哈哈哈哈哈哈。
坐走坐走
我们的啊，对啊，怎么他会去？哎呦啊，我知道了，报修直接打电话，先打电话给他那个客户，先打电话给他，是吧？啊，木栅提箱啊，就我们那边，干练。 天长二，天长二我的嘞，天长二干嘛？是怎样？啊？刷卡机故障啊？哦，所以去就脱离啊？哦，是哦，刷卡机故障，是哦。我想一下，对啊，我在无聊，没有，我想一下，刷卡机啊，干了，我想会我没有切回吗？ 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礼拜五我去的啊，礼拜五我去保养啊，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我没有送，就是切掉没有送，有一，我跟你讲，应该有50%以上应该是我切掉没送，哈哈哈哈哈，工资线了，哎。 啊，我就2通，对，我1通而已。3号机，我干，最近都超认真保养，没什么故障。老公，对啊，我干，我最近都超认真。那个什么？ 那个我下礼拜二关节，然后我去万方大楼，
是汪汪大，哎、欸，汪汪大，对，干四台哦，我去哦，我去看调速机哦，干你俩每一台全部都，干那个都超黏的，你知道吗？都那个我后面搬起来，那个爪子都不下，你知道吗？都黏住，超夸张的。哦，干是哦是哦，那就对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干你俩，干可以啊，一定要被，他一定要被，他一定要被，一定要被靠背。好了，啊来乌骨刀了，好远啊，是啊，又一件了，啊也可以赚一点钱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们是你们现在加那个值班是排到三月而已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没有啊，不是一次排三个月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应该正常三月底之前应该就会下来四五六。不知道啊，那时候科长不是说会先上，就是我们那时候我们六个人嘛，啊会先上一半的、啊。啊，因为郭尊宪、绿茶跟陈宇成他们三个比我们早一批的，他们三个都还没上线呢、啊。啊，郭尊宪是帮人家代班啊，对啊，他都帮人家代班啊，要、啊、不然他正常也没有值班啊，他都帮人家代啊，对啊。拜拜。
来，周师傅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山上七一下。Thank you.
山，爬山。放心，放心。
准备，对，预备。
十二号啊，你没有十二号啊。
六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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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正常准备了，抓一个。快点叫了啊！哦，小野，哦，快点叫了，这是你叫了啊！对，起吧，起吧，起吧！我没有给你压力啊！啊！哎，我没有给你压力啊！我以为他会再打嘞。Go, go, go!
Thank you.
太深了。来，谁报中段？预备，来走！不行。